好，我们请大家登场，我们要电影《鸿门宴》日前在北京举行首映媒体见面会，导演李仁港携主演黎明、张涵予、刘亦菲、冯绍峰、陈小春等全阵容亮相，为影片上映宣传造势。由于演员人数众多，访谈环节冗长，让整场发布会略显沉闷。幸好一向给人酷酷形象的张涵予带动气氛，唱起了黎明的经典歌曲。黎明的歌。我不知道，我不是这歌是不是主唱？什么歌？有一个那个什么，哥哥们跟你分手。谢谢。再合唱一个副歌。合唱一个。我前面不会，我只会这两句。你是不是？那我就陪你两句吧。跟你跟你分手，跟今天今晚跟你分手，今晚跟你分手，他就伴左右摇摇。这段小插曲让我们对张涵予的形象有点改观，他更自曝在拍摄现场也是营造气氛的中间人物，话痨一个。我真是一话痨，而且那个我呀属于这样的一个人。我呢，尤其喝完酒以后就更那什么了，就是那个有点失态。但是呢，你比如说我们那儿拍戏吧，本来就坐在那儿等待，就是一个挺郁闷的一件事儿。然后所有人都沉默着呢，我觉得我从我内心里，我就觉得不想要这样的一个场面。无非是那种需要演员静下来的啊，所以我有时候主动调一下气氛。唱点歌啊，说点笑话来调节，是吧大家？据悉影片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公映。